家好，今天2021年7月5号，今天在土耳其萨卡里城市有土耳其锦标赛。你好，我是花木兰，我是土耳其武术国家的运动员。现在我给大家介绍，这个馆比赛馆。这个场地上男运动员，那个场地上女的运动员。有这个比赛，参加的500个运动员，500个超级运动员，还有参加比赛，参加比赛有1800个运动员。好的好的。